稣基督之宝血，因其恩，因基督耶稣你之救赎，除称义，神力之为挽回祭，因其宝血之信，因神之宽，造之以义，赦之以固罪，无将约，于是告其公义，使可以为公义，而信耶稣者之称义者也。罗马书三二十四到二十六。执时，耶稣取饼祝之，杀车之，以与门人，允取食之。是无身也。他拿起杯，感谢，把杯给他们，说：你们要喝所有的。在新约学也，为众所出，为之罪得赦。马太福音二十六二十六到二十八，当其时时，耶稣取饼祝之，杀祝与之，曰：取而食之，是无身也。受而谢之，因与之，皆饮之。耶稣谓曰：此新约血也，为多人流。马可福音十四点二十二分二十四，持饼谢杀车，与之，曰：此无身也，赐汝，所以祭无也。碗杯亦云：此杯乃于血中新约，为君流也。路加福音二十二一九到二零，耶稣谓曰：吾食告汝，汝不食人子之肉，饮人子之血，则无生汝矣。食我之肉，饮我之血，则有永生。当以为日活之，我肉食肉，我血食酒，食我肉，饮我血，居我，我亦居其中。约翰福音六五十三到五十六。因此，我带你们记录这天，我是纯洁的，脱离了所有的血，以证不会告于上帝，是以汝等留心于己，亦留心圣灵使汝未兼众群，以养神教，神教以及血买之。使徒行传二十二十六到二十八，况今以他血称义，因之就愤怒。罗马书五比九，无助之杯，岂非基督宝血之圣餐哉？无被所开，岂非基督身之圣餐乎？哥林多前书十点十六分，他也以一样接过杯子，说：这杯是我血中的新约，你们常常喝这个杯子，以纪念我。以汝等但常食此饼，饮此，当显明主死，至其再来。故凡食此饼，饮这主杯，不足者，犯身血也。哥林多前书十一二十五到二十七。你预定我，耶稣基督欲收养孩子，照其意旨之喜，归于己，美其恩荣，使在所爱之中，因其宝血而得救赎，随其丰恩。罪在赦令，以弗所书一五到七，今在基督耶稣里，耳背或远方之人，为基督宝血所逼。以弗所书二十三，谢天父，他使相遇，为圣徒光明中产子，他整我于冥冥之事，已入他爱子之国度，因他之宝血而得救赎焉。治罪赦，哥罗西书一十二到十四，因之十字架血而安，因之使物与己合。我说，不管地上的还是天上的，哥罗西书一点二十分，既以子为血肉之躯之分子，亦自分血肉之躯也。以死灭能者，我也；以死灭能者，我也。希伯来书两点十四分。
得来书酒，故守约成有事上帝之教仪，与仪式之圣所，以其有牧也。出烛台桩好饼谓之圣所，于第二层幔之后，即称至圣之帐，中有金香炉，约柜中覆金，其中有金冠否，亚伦发芽杖，上有约案，在其上容基路伯必敏之作，无今不能聚论，诸祭司按立其事，折入第一帐，以成神事。大祭司遂一往，非无血，则为己及百姓之过血也。圣灵者，出牧未立，至道未明，此一时之一物也。其祭献、义献，不能使事者全，由心也。至于宗教改革，在于敌潜水源之宜。都志，作者将生美好事物大祭司，因一大美照，非用手造也，一言非逐物造也，非山羊毒血也，因及血也，一入圣地，为我的恒救赎，以牛山羊之血洒其灰烬，则洁其肉体。基督借恒临，见上帝无暇，岂不用其宝血洗尔心以离死，奉永生之上帝，岂不何哉？为新约中宝，因死赎第一约下过犯，照者的恒产许，以凡有一令立遗嘱人亦必死，以立遗嘱在人死乃有效，否则立遗嘱人生，立遗嘱无力矣。由是第一约圣经不献血，以摩西照律令乃取犊及山羊血，以水珠毛及牛膝草撒于书籍众数，你道这是神吩咐你的约血。帐幕及传道诸器皿上洒血，几进法洗以血，不血不解，是以天物之模式，必以此净化，而天物自有加焉，以基督为入手造圣地，真人之相也。入天堂为我见上帝前，亦不宜常见，以大祭司遂携他人血入圣地也。以其实自创世以来必常苦，及其中也，见牺牲之罪。如至人有死，然后有宴，故基督常献者众，求之者必再见，无罪得救，以其血不能去恶也。希伯来书十比四。由是诸弟兄有勇气因耶稣血入至圣。希伯来书十点十九分。亦为凡见神子树圣约之血，使之成圣，是不圣洁之事，不顾恩典之灵，又行惨行几何。希伯来书十点二十九分。新约之中保耶稣洒血之血，比亚伯此言也。希伯来书十二点二十四分。盖其受之师，其血为大祭司所焚，故耶稣亦以血圣名，而苦于无门。希伯来书十三一一到一二，今锡安之神，他因恒圣之血使无主耶稣其大牧羊者从死里复生，实汝等备于善事，遵他之意，因耶稣基督而作他牧之喜，荣归之永无穷。阿门。希伯来书十三二零到二一，照父神之知，因圣灵之圣洁，则耶稣基督之宝血倍增汝等。
彼得前书一比二。乳槽之乳被非朽坏之物，如金银，受乳祖望与得救赎者，为基督之宝血，如膏无瑕，无污。彼得前书一一八到一九，若行光明中，如他在光明中，则彼此相交，其子耶稣基督宝血净洗我一切罪。约翰一书一比七，此水血之来者，耶稣基督也，非独靠水也，且靠水血也。圣灵为证，圣灵为你，在天有三路，约圣父，约道，约圣灵，三者一体也。在地三人为证，圣灵、水、血，三者合二为一。如我受人见证，神见证更大，此神为其子证也。约翰一书五六到九，自耶稣基督而来，他为中见证人，为死人守生子，为地上君长。归之以爱我，洗我以血，立我王司，愿荣至归之，至于无穷。阿门。启示录一五到六。他们唱了一首新歌，说：你配取那卷书，打开书的封印，因为你被杀了，用你的血从各种民族中救赎了我们。启示录五比九，与语之约，先生，如所知也。未于言，此被从大患中出，洗其袍，以膏血白之。启示录七点十四分，因膏之血，因见证之道，圣之不爱其生，至死不愁。启示录十二点十一分，我见天开，见一白马，作之者谓之信实，以公义论争。其目如火，多带冠冕，书一名，非己莫知。被血衣钵，名神道，天兵骑白马，白柱一素衣。启示录十九十一到十四。换取基督宝血，他宝血神眼，洒救赎宝血，赢得全世界恩。克莱门特写与哥林多前书第一封书四比五，还他一个指示，他应该在房子外面挂一根猩红色绳。故因无主宝血，所有信望上帝者皆当得救赎。兄弟姊妹，妇人有信，亦有言也。克莱门特写与哥林多前书第一封书六点十分，为我主耶稣基督，他我宝血。克莱门特写与哥林多前书第一封书十比六，人也者，将合于己也。而我主耶稣基督以我爱，照我神旨，为我献其宝血。他肉为我肉体，他的灵魂为我的灵魂。克莱门特写与哥林多人第一封书二十一比七，故主宝献其身，赦其罪，可以胜，言因洒其血也。圣经曰，他为我过犯伤，他为我罪变他，以他血得治也。邪至屠宰场，羊毛者雅如羊，故不言。巴拿巴总书四比一三。一神之门人，因基督之宝血以自基，何其美也！因那爵与弗所书书一比三，因那爵 Ignatius 亦曰 Theophorus 至亚洲 Trails 神圣教堂，上帝所爱耶稣基督父，拣选配上帝，因耶稣基督血肉已获安，我愿复生，
我亦敬之。叙使徒之品格，愿一切之喜福，因那爵与特拉利人书一比一，是以温柔之福，信心自心，肉体自心，均一柔服，信心自心，主肉自心。仁者，耶稣基督之宝血也。因那爵与特拉利人书二比七，与可神之粮，即耶稣基督之肉体，大卫之后裔也。而于所可者，他之血，不朽之爱也。因那爵与罗马书书三比五，因那爵 Ignatius 亦约 Theophorus 至父神之教，即无主耶稣基督，当教于亚洲之费城。彼得而怜之，定于上帝之和，常喜于无主之情，因其复生之哀以足之，无意致敬于耶稣基督之血，此无常与未污之喜也。若与主教同在长老，即以耶稣基督义命执事合一，因圣灵随即止兼安置之，以无主耶稣基督一肉身也。血河中有一杯一坛，因那爵与费城人书一一十一。独观之，顿于一行不动之信，仿佛钉于无主耶稣基督之十字架，在肉体上，在精神上。因基督宝血得食于爱中，尽信于我主者，因那爵与世外书一比三，不自欺欺人，天上勿容天使长，无形不信血成形。因那爵与世外书二十二，无致敬于值得尊敬主教与汝敬之长老，吉尔执事，我仆同工，吉尔所有，特是一人，奉耶稣基督之名，并奉他之血肉之躯，他之男生，肉之属灵也。上帝与汝和，因那爵与世外书三二十二。天地之人，万物归之，凡生物皆从之。他要来审判快活死去的人，神要信他的人流他的血。多利卡普与腓利比书书一比七，为不用命者，逃其命，为其敌也。不从命者，各以其血自罪。赫尔马斯第三卷十点十三分。这以律去旧，以告比拉多，方其念时，天复开，有一人下入冢。百夫长与同行者见之，即夜往比拉多所，去其手冢，据言所见，甚苦之，曰：此神子也。比拉多曰：我唇也，神子之血也，然汝曹觉之？乃皆进行，请斥百夫长及士卒，勿言所见，以为我等宜于上帝前犯治罪，不若犹太人手，为时所必。故比拉多教百夫长卒无所言。按彼得一点十一分，知师福音，然后神的话来到亚当面前，对他说：亚当啊，你怎么流血？我怎么成为你的后代血肉，也要流自己的血？亚当，你怎生死？我也要死。汝作坛，吾亦何以地为汝造坛？汝何以献汝血于上？吾亦何以见吾血于坛上？你可辨那血起射，我也所血射，我过犯。亚当和夏娃第一卷书二十四四到五，且子所求生之水，今不语，但在我将在各他的将我的血流在你头上的那天，当此之时，吾血要为汝生之水，非独归汝也，
乃汝一知信我者也。永德安息亚当及夏娃第一卷书四十二七到八。神谓亚当曰，此事亦发于我身，在地，我当穿刺，血水从我侧出，流过我身，此真物也，以为家鉴。亚当及夏娃第一卷书六十九比六。